中职富邦悍将迎接队史第一个球季，专属啦啦队十二名富邦 Angels 也在日前公开亮相，其中最吸睛的莫过于前拉米 Girls 人气女神 Amis。尽管转队承受了不少球迷的压力，让 Amis 难免委屈，但她选择积极投入练习，期待开幕战与球迷相见。对新球季真的非常非常期待。那之前就是也看过很多球员富邦球员的表现，然后像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高国辉，这次我们一起练习蛮久的时间，然后也有之前比较资深的那个姐妹们就一起带着我们，对，相信新的球季可以带给大家很棒的表现。除了 Amis， 包括 Julie、 豆芽、东东等也曾分别隶属狮队和中信兄弟啦啦队，另外 Rhino Angels 的橘子、卡卡和 Grace 也顺利入选，姐妹们各拥人气，让这支崭新的啦啦队宛如明星队一般。加入富邦这个全新的球队，然后我们今年也准备了非常多就是全新的应援口号、音乐还有舞蹈，那非常期待可以在球场上面跟球迷们见面，跟大家一起跳。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球队今年也可以总冠军。针对啦啦队成员，富邦球团强调所有 Angels 都是经过三阶段甄选选出，绝无外传挖角动作。相关高层还透露，看到 Amis 报名，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